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先去对面野区瞅一瞅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OK， 在这等一下。全军出击！拉一拉线，就可以看到提线木偶的舞蹈。我们看看能不能给他红抢了啊？走去中路赶快一波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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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人了来人了，推 A 平A平A。不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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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气完了，气坏了都。我中路赶快一波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赶上一波，我到了我到了我到了。哎，推平 A 平 A 骚扰一波，下路线都不吃，看见没？那寒冰，寒冰连线都不吃，吃拉倒。来，我再来一波，来。哎，推咬。升二了，没事，我帮你杀的寒冰。推平 A， 咬点炎起飞，我得走了，这打不过，兵有点多。兵有点太多了，兄弟，实在是打不过的。我先帮你垫个刀，但虚区一区突然有点高，你知道吗？没垫上。这泰坦啥意思啊？保我一下，我要死了。哎呀，蓝枪来了，蓝枪来了，蓝枪来了。就杀蓝枪 ，EW 推咬，看你的了，兄弟，能打过不？费点劲啊！哎，算了啊，那就算了。蓝枪来复仇来了，他准备在下路买31厅是吧？蓝枪可气死了。你去下路复仇，我去中路复仇。
你的大虫的挺狂啊。啊。挺狂啊这大虫的。这不是什么仇的问题，是这小子看见我来了还不走。我没明白他烧什么。我到了啊，你让他勾没事。杀了，继续给我咬，我也给我射的漂亮如仙。吃个塔皮我就走了啊，蓝枪红刷了，我得骚扰他去。溜了，让你不留惩戒，傻了吧？为了防止蓝枪啊，打我们家蓝，我们先把蓝打了。哎呦我的天！怎么就抓崩俩打野？一会儿蓝枪来我们家下半路下半段野区，那凯隐，那凯隐没有办法守的话，那不亏了吗？卢仙，哎呦我卢仙，这波卢仙可以啊 ，buff 转移了，我原来也是这个意思，知道吧？这不吃波塔皮，塔皮没了啊！希望塔皮别没啊，没了，哎，没可以啊。我们自己上啊，这波肯定是不行，而且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眼儿。很明显没有眼儿啊，在这儿等一等。卢仙到了，刚才咋不说呢？我要知道你到，我就杀泰坦了。泰坦挺不怕死的，他敢射你，我没想到啊，兄弟。但我就一句话，那寒冰千万别让我滚着，捆着啊！
我起飞，我有起飞，你们有吗？往哪走，寒冰？走肯定是走不掉了。W 接推接 E， 咬。打个眼儿来，俺们家的卢仙可不一般呀、啊！中，哎，给这不给你 O O O 了吗？推，咬，起飞，先降落，没有人来，快跑，快跑！快跑！往他家里头跑啊！这边往他家里头跑，大虫子也来找我们来了，赶紧跑！啊，大虫没来。我一个人都没死，确实是可以啊。先来个美甲窃魂卷，红要刷了，行，谢谢提醒啊。你敢打着龙？这个寒冰你们自己杀，我去中路找找这大虫子。打不了推一咬，咱们先打着红啊，然后在这等着蓝枪。先在这等着蓝枪，点个 W 伤害高一点，看他来不来，给他放俩眼儿。来我们就把他吃了。把泰坦先吃了，蓝枪不在。一打把六推咬，蓝枪人没了，这样我不能理解，这样我百思不得其解呀。来了啊，打完蓝来了。来了啊！这蓝枪得过来吧？来一 W 的飞咬，先把泰坦杀了。他跟你硬射，我们就把他撸死。推 A 走位，平 A 一打不溜，平 A 这一有点歪。推大虫子跟我狂，我不知道你狂什么，小伙子，你有什么好狂的？你跟我解释一下。你有什么好狂的？你狂什么？都无法理解。没动就算了，拉倒，我们回家了。
帮一波上路。你这帮人，我在这吧，这老狂，也不知道狂什么，嗯，也不知道狂什么，为什么明明看见了，就这人就来了，还敢在塔底下回城？为什么？什么原因？打不溜没过墙啊，小老弟，那可真是难受啊！一打不溜咬头，起飞降落平 A， 咬下。在这等一下啊，这应该没看见我吧，我们把跳弹留着。我溜咬，你想还飞毛？行呗，好颤抖！一，爬爬溜推，先把那红打了去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蜘蛛人？我们是蜘蛛人。